日我哋想分享我哋嘅故事。我系 Ellie， 我系 Vivian。Hello， 我系 Ellie， 我是一个好中意周围去嘅女仔，而家系新闻系二年级嘅学生，将来系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。我是 Vivian， 我小小个就好中意动物同埋大自然嘅嘢，而家就做紧环境教育同埋森林保育嘅工作。平时就最中意孭住个好大嘅背囊周围去。我同 Ellie 喺上年一次台湾嘅旅行认识，发现大家嘅谂法都好相似，好想喺旅行嘅时候，除咗自己开心之余，亦都令其他人开心。我哋相信每一个小朋友有无限嘅可能，可能佢想做画家，想做演员，想做巴士司机，无论佢想做乜嘢都好，最重要嘅系佢哋揾到自己想做嘅嘢。今次我哋希望透过飞常旅人呢个计划，由香港出发飞去越南，喺一间孤儿院入面同十几个小朋友进行我哋呢一个计划。在这个计划里面，我们会跟他们做很多不同活动之外，也都希望他们会跟我们分享越南的文化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计划，给机会我们实践画里面的愿望，令到我们可以跟这一班小朋友都有一个难忘的体验，